这是一代女神励志四十年前和四十年后的照片对比。年轻时的励志绝对能用美的不可方物来形容，她是集颜值身材于一身的美女。她长着秀眉丰目，一张樱桃嘴鹅蛋脸，神色里透着一份欲说还休的寂寞。她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无数少男的心，就连赌王看到她的容貌后都垂涎三尺。励志是1986年的香港小姐冠军，在她获得小姐冠军后便火得一发不可收拾，片约和综艺不断。在她事业巅峰期，刘嘉玲也只能给她当配角。遗憾的是，她和功夫巨星李连杰结婚后就淡出了娱乐圈。即便如此，大家对她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我们也只能从她当年留下的那些迷人又有气质的照片和视频来怀念女神了。